简单来说，作为一个反对党，你们似乎这个国政不是以一个阵线来做反对党，很多时候他们也不懂要打谁，就是要打马华、民政还是这个巫统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点是说，哎，你们好像很多时候是为反对而反对哦，就是唯恐天下不乱的反对。讲我们反对而反对，我们没有吗？我们所提出的对新的政府的看法是正确的。就比如我们在州议会里面发觉到，哎，竟然有州议员来抄以前州议员的问题。如果抄问题，如果那个问题上一次还没解决，那这一次我再次把它提升到州议会就有问题吗？你抄一个没问题，你抄一条没问题，你十条都是一样的。我听了，再加上整个政府推行的所谓的公开招标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也觉得哎有问题，有问题我们提出。我们也提出说，我们当时候做政府都也是公开招标吗？五条路的整个行政发展公开招标 ，River Road 的这个廉价屋的也是公开招标吗？我们做比萨也是公开招标啊 ，Batukawan Stadium 也是公开招标啊。那到底你们的公开招标跟他们的公开招标有什么不同呢？刚刚他提的几个东西，比如说升旗山的缆车，升旗山的缆车是联邦的那个计划。不是缆车，吊车 cable car 啊、cable car 的那个计划是怎么说？它招标的过后有问题，所以就取消掉了。cable car 的招标已经招标了，州政府招标了，招标了，整个经济策划组已经弄妥了，那个报告书交上去给滨州政府，滨州政府再次的要公开，再次的公开招标。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标来的不够好，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更比较好的，所以州政府打算国际招标。整个内情是州政府看到经济。各位大家稍安勿躁哦，在民主社会我可以不认同你讲什么，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讲话的权利，还有捍卫所有人听话的权利，好不好？好，来。所以在整个经济策划组的报告书上面呢，所建议的公司跟滨州政府心里所要的公司不一样，所以再次的要招标，不是因为国际的，因为整个这个缆车都是国际公司做的吗？哪里有马来西亚制造的这个 cable car 的公司？没有过，只有马来西亚公司做 contractor cable car， 没有 manufacturer cable car。来，动火了，冷静冷静。好。意思说，你觉得说这个公开招标其实不是明年州政府上台之后才实行的，对吗？对。你说过去你们每一个计划也是公开招标，这是你的意思吗？对。其实我觉得应该为民政讲几句公道话，不是我同情弱子啊。我觉得如果你看回去过去民政党执政的时候，他这个州其实比起西马其整全马其他国政执政的州是最好的。其实民政党是很努力在做，但是他遇人不淑。我们说。